郑毅老师，我们的国运会怎样呢？今年的国运里面，我在太上老君那边抽了一个签哈，你抽的克，哎，我去抽了，克到前途多得利，君尔何故两相迎？虽是中间忙进退，月出光辉得运时。这什么意思？第一个条件就是台湾克有没有到，克如果到，你才会有前途，你才会有得利。那我们知道，在2016年，我们的克来少了。所以这是，所以你要注意这个签在告诉你，就是说有客有没有来，你的前途是要靠外来的啊。第二个他提醒的条件，你跟他就是两岸何故两相迎？这真的是你抽的吗？是我抽的。怎么客入客到，前途就多得利啊？那君尔尔就是你嘛？对，你跟他为什么会两相迎？对，太神奇了！两相也两相宜，互相猜疑，互相都在猜疑。今天晚上7点，全民叶问一起来打拳。